下一位是梁美芬议员。梁美芬议员。主席，我记得在上次的财委会最后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发言呢，亦都是不同意主席的一些做法。其中呢，我一直在场，主席其实已经讲了是最后七个。而當日我仲記得咧，係如果我冇記錯，劉慶議員仲問，咁之後係咪仲可就可以討論37A 係咁樣嘅？咁所以大家嗰個理解咧，我亦都冇撳到，因為你講咗七個，咁但係後屘咧就又繼續，咁完之後咧，好似咧嗰個37A 今日咧又重複，而大家而家講緊39咧，頭先譬如張超雄議員又喺度講翻咧，佢之前可能已經問咗好多次，咁你都同我哋會講過話，已經大概夾埋成百幾二百次噶啦，已經問問題。咁所以當日即係我係接受咗你係話啊七個人係最後嘅問題啦，然之後就劃線，我哋進入37A 嘅討論，呢個係好清楚嘅理解嘅。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咧，即係主席你係執行你嘅裁決，同埋你清楚你自己裁決咗。咁同埋呢，頭先譬如有議員問啦，就係叫阿馬耀添法律顧問又再講。我記得上次就係特登呢，佢開頭就係話我封信寫得好清楚，唔記得邊位議員啦，話我要你重新講一次。咁於是乎馬耀添嘅法律顧問呢，又由頭成篇嘢差唔多已經讀咗一次。咁今日呢，又有人叫佢又係要再講一次，即係咪每個禮拜我哋又重新再做一次？所以主席，我係希望呢，你真係要做一個裁決。每一樣嘢其實最後我哋始終做一個決定，即係社會上嘅問題係會有爭議嘅。但係呢，咁樣沒完沒了，我哋真係我哋自己參與會議都唔知幾時呢先有一個了結。連即係法律顧問講呢，上次叫佢讀一次，今次又係叫返佢做同樣嘅嘢，不過係另外一個議員叫。咁我覺得我哋都唔係咁樣做嘢囉。好。咁所以我係發言反對即係休會嘅。好。下一位反